台南鼻头里有一个高峡王，相传较早一对兄弟将老母的棺材纸拔了了，遗体用草草卷卷地等在路边。老母在世时拍火英勇，死了竟然爱到十八层地狱。伊死了无人台，要属于温情的高峡替伊做梦，等到见到作恶的后生，阎罗王搁要予伊绝子绝孙。一门好风水，哪会变到规家伙也灭亡呢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九拜五暗时7:30，吸收台湾，鼻头里高峡梦。